来到西门町，我至少都会穿双 Nike 球鞋。女孩来到西门町的只穿小小拖鞋，这种事情到底怎么样的妥协？讨厌，我就是喜欢这样，露出她的指甲油。Bling bling bling， 我一直还在这里，到底要在看哪里？小声站在我的背后滑来滑去，真有趣。滑滑，哎哎哎，滑滑。哎哎哎呀，他觉得尴尬的没有唱我唱的 hip hop 呀，到底是谁又跟我同一挂？我依旧还在这里，开着这样瞎哈啦，没有关系，天气热的像是撒哈拉。我还在这个地方是我，脑袋依旧精神上的弟弟，觉得这样真的有趣。遇到上一代的我会自我介绍，这叫嘻哈版的张力表演，全部都是即兴，继续让你觉得这首歌的还是强而有力。怎么办？每每听到这里，完全没有什么样的反应，我继续站在这里。来点掌声吧！接下来进行第二阶段的表演。在进行第二阶段表演之前，诚挚邀请大家可以站在黄色圈圈跟白色圈圈的交界处，谢谢您的帮忙，谢谢。你好，你好。我们可以市文化局所许可的表演项目叫做街头说唱艺术，我叫做哈士奇。我的表演会将会再用，再用你用。8分钟的时间，诚挚邀请可以全部听完再走。现在进行第二阶段表演。当我靠近你时，心都莫名其妙后退及跑走。你莫名其妙后退及跑走，就莫名其妙追着你跑。开始。对，我在唱老舍。所以小姐，你要拜托你一下，可以承包一个这么小的忙，请帮我出个题目 freestyle 饶舌，叫什么叫出题目吗？你知道哪些不能出吗？不能是限制级脏话、性器官、违背社会善良风俗、政治宗教信仰跟排泄物，还有鼻屎也算排泄物，还有要大家都知道的东西，不要爆出你家人或朋友的名字，那么很尴尬或没有人认识。让我为你举例一下，例如像说埃及木乃人、造卫星、万里长城或是海贼王，你想说什么都可以。你的题目是哦，我会自我介绍，所以可以换一个。哎，你好，叫哈士奇。好，换一个。嗯啊，你的题目，例如像说人造卫星、万里长城，还有人出过 B 式定理 ，A 平方加 B 平方等于 C 平方，有人出过水沟盖或者脚皮，你想说什么都好。你的题目是日本，哦，很好 ，Yeah， 每个男生都很明白的国家，很好。好，再一个，Yeah， 这位男孩你好，目前有日本这个题目的，请帮我出个题目，谢谢你的帮忙，谢谢。韩国，哇，这个也不错，每个女生都会明白的国家。好，很好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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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没到十点呢，你怎么可以开进来呢？我不好意思吗？你不是十点钟才能进来吗？这边人行徒不区。所以先生，你好，拜托你一下。目前我有日本、韩国的情报，出个题目什么都 OK。例如像说万里长城啊，火锅吃到饱啊，烟火节的情报，出个题目好吗？谢谢你的帮忙，谢谢。你听得懂中文吗 ？OK， 好好，我怕是观光客，啊，这边很多，你知道。好，来，这情报出个题目，谢谢。你的题目是啊吗？还是别的？好，那就好，题目是好，再一个来吧，我们把握时间，我这边好遥远哦。这位小姐你好，目前有日本、韩国的，请帮我出个题目，什么都 OK， 谢谢你的帮忙，谢谢。罗志祥，好，谢谢哈。来吧。我准备进行表演，在进行表演之前，诚挚邀请大家可以再往前一小步，尤其是我右手边的朋友们，可以离我近一点点。哦，对，在这边，对，好，来吧。接下来把日本、韩国、罗志祥跟变成我的歌词，你听听看。这是现场的即兴的饶舌的表演。All right，
是的，是的，的，是的，的，没错，我就是你们女生不喜欢的男生。是的，是的，的，是的，的，没错，我就是你们不喜欢的那种男生。别人他们都在那里开的是我思想龌龊，他们都在说我这样穿着不好看的，他们说我长得不帅，我总是觉得被他们觉得信心的真的越来越加低迷。我都是在想，我根本已经快要自己不是自己，我一直在想那些女生到底喜欢什么，那些女生她们喜欢帅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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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、yeah, 回到家中我还是鼓起勇气的开始想要问我妈妈我到底帅不帅。回到家里我看着我妈的眼睛问我妈，妈我到底帅不帅。我妈看着我的眼睛跟我说，儿子你放心你很帅呀，听到的那是多么样的开心。我妈在看着我的眼睛说，儿子你放心你很帅，但是除了脸以外。我妈竟然这么样的跟我讲，那到底要我怎么办，我还在这里想。那关于这张脸我竟然不帅，那我帅在哪里，我帅在小指头。我到底站在哪里，还在那里开始在想我到底应该要的怎么办的。为了想要成为帅哥，我朋友叫我飞去韩国，他们要我去的韩国去找整形外科。这种事情的怎么可以这么残忍，你自己看看我是多么努力，结果女生在玩手机，根本就是完全不给我面子，低头滑来滑去，真是来说超有趣。他传给他的朋友，你看我没有看过这么丑的饶舌歌手，我到底应该要的怎么办。我还在想要到底要的怎么样的才能讨得女生喜欢。拿起麦克风我总是觉得自己超级威风的，但是那些女生她们总是不喜欢我。没有关系的，就算没有女友，每个男生我们晚上还是会有朋友。男生每个男生都有朋友，从那国中我开始的慢慢学会上网。我就是认识两个坏朋友，一个叫做后宫，一个叫做伊利，他们每天陪我度过各种的日子呢。当我开始慢慢学会如何使用 BT， 我开始认识了日本这个美好的世界，日本好棒，开始让我就觉得整个世界开始变得越来越加的精彩的。他们不懂那些女生的，他们就完全不懂到底什么的一回事。好比要很多女生的，他们喜欢这韩国明星，我们也是喜欢日本女性呀。你们喜欢 B-Band， 但我喜欢苍井空。哈，他们的说的到底现在这是什么样的情况，我一直还是这样拿起麦克风。哈，你问我说的到底什么样的问题，这种事情早就不是问题。关于你刚刚出的那个题目，你的题目我刚刚想到哪里，你刚刚说的在我看的日本影片里也会有要是你也搞不懂的话呢，请你不要问我。我印象还是这么样的拿起麦克风，要是想看那个影片我回家也是传给你，但是请你满了18岁。哈，这种事情的请你不要说的太多废话。我印象还是这样唱着我的 hip hop， 他们问我谁又跟我同一挂，其实从头到尾完全听不太懂，他一直扭来扭去，他不懂这个叫做又又又又，他不懂这个到底是什么呀。你长大就会懂，但希望到了现在我依旧拿起我的麦克风，我依旧还是这么样的威风，其实还在这里开始唱着。越来越多女生在玩手机，真是让我伤心，来点掌声吧。有没有罗志祥？我刚刚唱了日本韩国还有个是什么，罗志祥没唱到。哎呀，我竟然忘记了罗志祥，那对不起啊，等我一下。对不起。 Yeah， They call me Husky， yeah。想要成为 number one 的饶舌歌手，但好像来说真的太 low。 我真的搞不清楚女生喜欢什么，但那些女生她们的根本完全不懂。那些女生她们的觉得会呀跳舞的男生的每个好像比较帅，她们的觉得会呀跳舞的男生好比亚洲舞王罗志祥超帅的，但她们的都是这样。她们的喜欢男生会跳 locking popping breaking， 或是在的地上转啊转啊转啊，真是帅气。但她们不懂跟的饶舌歌手在一起的更加帅气，我跟你拉气时候在你嘴巴里面转来转去，让你知道到底多么的样的场景，他们的才会知道到底什么的叫做劲。 Yeah， 我一直还在这个地方可以上的，他们的明白到底这是怎么的一回事。要随着时间的改变我开始的想象，但要是长大的时候我开始慢慢步入夜店，整个世界变得不太一样，但是到了夜店里面根本还是一样。到了夜店里面，要我开始想要跟着女生出去，我的朋友跟我讲，到了夜店里面就要问女生，哎，你等下要不要去吃宵夜，要不要去吃宵夜，那
个女生问我，你有开车吗？我说有啊，我也有车啊。结果出去外面不好意思，我是骑 U-Bike， 但他们的学长说，哦，那拜拜。我真的超蠢，我真的不懂到底怎么的办。他们的喜欢富二代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是富二代。我站在街头 freestyle， 我想尽办法可以成为新的富一代。我还在这里唱着，但他们知道谁而来的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是罗志祥哈。我的朋友他们都说我的眼睛小，小眼睛也想要成为帅哥，还在这里唱歌。你可以再近一点，记得上传 YouTube， 记得上传 YouTube。The nice to meet you。在看到这个影片，要是觉得很烂，不要按烂，记得还是勉强帮我按个赞。来点掌声吧，谢谢。接下来带来这一首歌，叫做。